听过那个现在最火的歌词吧？确认过眼神，你不是我的人。我挥剑转身，鲜血如红唇。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异地恋。我是江西人，南昌到九江区区130公里，也就天津到北京，动车也就20-30分钟，汽车1个多小时2个小时。从九江到芜湖区区350公里，能有多远？被你们搞得好像千山万水一样。如果连区区130公里都不能跨越，你们俩还爱什么爱？每个人都什么都想要，希望对方能够完全为自己服务。女生既要事业，又要时时刻刻要的关怀，而且还要自由。男方想要在九江不肯出去，同时呢又要满足自己大男子的欲望，希望对方不要穿泳衣，事事审美都能够按照自己内心的标准。你们如果都不能为对方做点什么，那你们谈什么恋爱？不要谈什么去南昌，也不要谈什么去芜湖，你们各自干好自己的事儿，想谈就谈，不想谈就拉倒，好吗？就这样。跟着心走吧。现在好多人谈恋爱，弄得条条框框也多，弄得规矩也多。其实你想要的那些东西，天下女人都想要；你不想给的那些东西，天下男人大多也都不太想给。后来为什么给了？就是因为那个字，叫爱。如果爱情不在了，如果两位都觉得那么累，觉得没那么美了，放开手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两位吧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年。就是吧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，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吧。然后去芜湖那事儿，一开始说跟你去是我不对，但是我觉得话这个事儿的话，咱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的来，所以我还希望可以和你继续走下去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比较任性，也很自私，你也包容了很多。芜湖的事我可以再缓一缓，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就是说要立马结婚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往南昌走一走，就是能陪我一起。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很想跟你走下去。我以前的不好就是我都会改。我没觉得就是你那些是什么大问题，真的。那你能跟我去南昌吗？还在这儿谈呢，行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我们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不是，读一下广告可以吗？啊，您读您的，我报我的。好了，我们见证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真的非常感谢你，就是给我这一次机会。以前我知道，就是有的吧，是我太敏感了，就是以后会改的。我也谢谢你愿意出来，就是能跟我去南昌。我以后我不好的我都改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来，你们的生活自己选，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好吗？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回啊。